小姐，奴婢准备了些点心。拿进来吧。爱妃，还有何事？奴婢不知陛下也在，奴婢这就离开。滚吧！奴婢告退。小姐，说正经的啊，今天有个太后党参了你爹一本，说他以赌牌之名行贿，看来是太后想拿你爹开刀了，要离吗？离一下也行啊，就贬谪吧。这么无情？干嘛？又不是我亲爹，见都没见过他，剧情里也没起啥作用。今天把他贬谪了，还可以让太后放松警惕，便没准还让他免受更大的苦痛。也行。